最主要是因为登革热这两天有新的发现，巡道清刷要把它做到位，所以要请我们各位区长要配合这个环境卫生的维护以外，更重要的就是有关地域上，如果有一些必须要封闭的，要全力的配合，还有要配合我们卫生局做好一调，要全力防治，避免登革热扩散，所以这个应变会议是非常重要的，要请各位区长以及各单位要全力的重视。那我们还是要很谨慎的去面对了，环境的这个知青啊，甚至我们要去宣导行道清刷的这个策略，我们大家还是要继续的做啊。那希望能够有效的遏制这个我们登革热的扩散，那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。